动力，就是它的动力。所以你要怎么样做去把它的动力取消掉？其实是一个概念而已。就刚刚有些人说要进去拔钥匙，有些人说要进去压他的安全带。好，我拔钥匙，都来不及。要安全带，来不及。只要有声音，你就是被拖行。所以我们只做一件事情，这个动作很简单。Q 卡，请问一下，当我抓一个人的脚拉着的时候，他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是做什么？把平衡。当他一跌倒，他的本能反应是平衡。当他做平衡的时候，我们试过十个人，有十个人他是抓住方向盘做平衡。你有没有办法去踩油门？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动力是不是取消了？对。那旁边的人是不是可以进去里面开那个白钥匙，关车门，然后去解安全带？啊，我懂啊，你啊。我懂啊，你啊。啊，就这样子而已。